一晃干这行干了好几十年了，是没有什么作为，也没有什么成绩。您太客气了，我这些年就干了两件事情。哪两件事啊？第一，努力的让观众快乐，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嗯。第二，让同行们团结啊。谢谢啊，这是歪打正着。嗯，我努力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嗯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嗯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哦，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嗯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嚯，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嗯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好。说这几句话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也是这个玩意儿。嗨，为什么要说这几句话？嗯，我这是感慨命运。哦，还感慨命运？人生啊，万般皆由命，嗯，半点不由人，都是命吗？都是，我就是说相声的命啊。是吗？真的啊，你别不相信啊。哦，我四十岁之前，我什么都不相信。是我四十岁之后，我才劝自己，嗯，人要尽量的去相信很多东西，啊，信命了。人对宇宙的感知是5%，啊，没认识多少。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熟悉，嗯，不能说你没看见就叫没有，嗯 ，WiFi 你也没看见，你瞧，声音你也没看见，嗯，秦始皇你也没看见，哦，你能说没有吗？是，不能说你眼见的才有，这个不科学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命运左右一切，还左右一切。你看啊，啊，桌子上放着两碗饭，米饭，这碗饭让人吃了，嗯，吃完消化完了，排在厕所里边，嗨，这就是这碗饭的命。哦，那碗饭搁那儿搁着没动，哦，这就是它的运。哎，你看，您看运气很好，它没被吃。嗯，对了，当然之后招苍蝇长毛，再扔到厕所里边，哎，还是你的命。嗨。啊，人不要跟命去争，争也没用，都奔厕所了啊。嗯，尤其到了我跟谦儿哥这个岁数了啊，尤其于老师比我还大，大好几岁呢。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，对，到眉毛了。您这埋过了这个，啊，到哪儿？土埋半截儿啊，土埋多半截儿，反正这差不多。土埋半截儿人啊，人是倒着埋的。哎，好嘛，没听说过。到这岁数了，好好说相声，嗯。尽量干点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啊，我们也是好交朋友。嗯，最近国际上很多事情把我也忙得够快啊。不是国际上的事儿您还管啊？国际上我就忙着给人捐个款啊什么的，都干。哎呦，啊，您这慈善事业呀，这是。前些日子啊，法国巴黎，嗯，那老娘娘庙着火了。嗨，啊，什么老娘娘庙啊？那你看你不看新闻呐？哎呀，巴黎娘娘庙。行了行了。都知道了，您就别再老娘娘庙了。哎呀，我一看坏了，怎么以后法国人再拴娃娃怎么办？没听说过。哎，法国人拴娃娃也得上庙峰山，你这个有那个本地的出不来的，那个，这不用，您就说那儿着火了怎么了？着火捐款呢？这您也管啊？我给巴黎娘娘庙捐800。给了800，那当然了呀，不少，热心肠啊。好啊，没两天，嗯，泰国那皇上上岗，上岗干嘛？泰国有一皇上，知道吗？登基呀，啊，啊，登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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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呀？哪有这么一歌啊？我一查资料，好，这皇上66了，是66，不是60就退休吗？他人泰国没有这规矩，是吧？啊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他花了10亿泰铢买的这个登基大典买。买我也买着啊！不是，你是我要当皇上，你就是娘娘。哎，不，你说这干嘛？提这干嘛呀？你这泰国皇上登基花了10亿，就办这趟事儿。10亿泰铢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10亿泰铢，列位乡亲们啊，怎么算？10亿泰铢，你也不明白吧？是啊，咱们这么算啊，值多少钱？你就算一个肉夹馍是5泰铢，对，嗨。一碗酸辣汤8泰铢，以你的饭量，仨肉夹馍2碗汤，你算喝多少泰铢？我算这干嘛呀？我
还花不少钱。人上泰国那儿有卖胡辣汤的吗？那是他的事儿，那是他的事儿，没有这么算的。泰国没有胡辣汤，你有两碗米饭，一碗被人吃的，一碗嗨，我哪长毛？这又命运了你啊！反正你看，泰国皇上登基，我又随了1500，多少钱呢？哎，随了1500，1500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嚯，这个行，没几天，日本那皇上又登基，你知道吧？你瞧，竟是登基的。日本天皇登基啊！啊，他那个大典。哎，老天皇退休，哦、老天皇60了。哎、60怎么又退休、啊？他不退休，那哨子怎么上去？那跟60没关系。好，老天皇退休，嗯、啊，少天爷就上去了。少天爷干嘛？少什么？少天皇啊！少天皇上去了、啊。咱看资料了啊？是吗？得打他爸爸手里接过三样宝贝。哦，哪三样啊？扇子、手绢、醒目。好家伙！对了，哎呀！啊，他也请银宝带去的嘛？这个，不是这说相声的这我一狠心呐 啊！我随他1000，啊，是同行得多给点啊。嗯，2000，努力和同行搞好关系。当然，给日本多随点，倒不是跟同行有关系。那怎么回事啊？你关键咱也没少看人电影。哎，对，您差人一张电影票，这个。反正一天到晚还挺忙，是吧？但是每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开心，高兴了。尤其身边站着谦儿哥，真的啊，我啊，哎呀，就发自肺腑的那么痛快。搭档嘛，就那个形容词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是吗？啊，哗，就热乎乎。哎，行了，都给你。对，算了，您这感情怎么那么恶心呢？我们俩这算是发小。那倒是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对，谁呀、啊？发小啊，发小，打小一块长起来，打小一块，这么些年来，嗯，谦哥对我这不离不弃，啊，那么搭档吗？当年我跟人家没法比，人家家里有钱，这怎么又提钱呢？我16岁进北京，我穿的西装都是塑料的，我戴着帽子，地板革的。真防雨，您这身啊，是啊，啊，跟人家怎么比？我怎么了？于老师裤衩都是貂皮的，好家伙，这多捂得慌啊！这个，哎呀，啊，撒泡尿40多度，好家伙，太热了，我这个。就人家这么有钱啊，这么一个富家子弟，这么一个败类，不是这么一个啥？什么卖嘞？卖这不是这怎么就跟我一块说相声？真的，那是应该的。您哎呀，我特别特别感谢谦儿哥，我也感谢于老师的家庭。您瞧瞧，您又客气。于氏家庭为中国相声贡献多少素材？也就是您说的多。人好多那个观众里边，人家那个道德表演技术家们，这叫什么词儿？老指责我，你为什么要在台上说于老师的父亲？哦，为什么要说于谦的媳妇儿？嗯，指责的我五体投地，真的。列位，你们以为我站台上说谦的媳妇儿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对了，你就那么开心，你都让我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？废话，我还得忍着点啊，打心眼里头。关键这玩意儿它是假的呀，可不是假的吗？你这个你就别抬杠，我们说谁呀？啊，我们只能说自己人，我们不能说观众啊。不能说吗？对不对啊？观众，你看那边坐那谁谁，他太太如何如何，哦，不像话，人家呢都是假的啊！就我这是真的是吗？不是，我们说这个有凭有据，你问去。我问谁去？你看，比如说我老在台上说于谦他爸爸如何如何啊，我真台下见着人家他们老爷子，那个我客气极了。那倒是应该。我瞧他父亲跟瞧见我亲爹没有任何区别。是这样。于谦的父亲，嗯，姓于名谦，嗯。就整个在这个北京城来说呀，多，反正倒是要是往70岁往上，别往下说了。好的，我还好的，你这好像跟挺好说话的似的。我可好哄了。不是，我叫于谦啊，我爸爸也叫于谦呢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不怎么样。你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问，知道吗？显得逞能啊，就好像我说错了，哎呀，他爸爸跟他能一个疯了。你叫于谦，你爸爸也能叫于谦吗？不是，这谁说的呀？这是，啊，我要郑重其事的说一声啊，是他叫于谦，他爸爸叫于谦，但是，怎么着，不是一个谦，那也不行，
不是一个千，也没有这么起名字的。爸爸那是千万的千，哪个千也不行。因为他爸爸当年是做买卖，哪儿都去，国外也去，写别的名字不好叫，就得了，也千万的千省事儿。就图省事儿。那会儿你爸爸国外做生意时候，好多那人不喊你爸爸叫英文名字吗？还有英文名字？他爸爸英文名字尼奥。尼奥，你看多少外国人见你爸爸，尼奥。尿谁这么说呀？这尿没听说过，没有这名字。反正在我心中，你父亲就是天下最好的老爷子啊。反正人是不错呀。他爸爸信佛呀。啊，对对对，胸口这老挂着一袋铁观音。哎啊，我爸爸信佛，这挂袋茶叶干嘛呀？哎呀，老炮这就是。嗯不是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很虔诚，是这是挂茶也有虔诚，很虔诚啊！我们方圆附近的孩子们没有跟你爸不好的，是吗？谁心里有点什么别扭事儿，老头去了，当都解开，就给你劝开。我们都管他爸爸叫知心姐姐，对，叫什么乱七八糟？你问去，知心姐姐、于大爷都认识。哎呀呵，男的女的呀，这是很厉害呀！啊，你要认识这个老头，你一定会爱上他的。反正是挺好。你上家去，我每次去我都得乐半天。怎么了？七八十岁的人坐那儿，啊，抱个大机器猫，抱一机器猫，就是那个毛绒玩具，那蓝色的那机器猫，哦，就可爱之极呀，是吗？坐在那儿，哎呦，大爷就喜欢这个吗？嗯，啊，是爱这个呀，这是这叫多来 A 片儿啊，爱这个，少来正经的是吗？你不看那个。动画片吗？动画片里有 A 片吗？那个猫叫哆啦 A 梦啊，那个，啊，你要的后代，什么呀？哆啦 A 梦，说好几年 A 片了，没听说过。反正老头就没事就抱着这么一个啊，这叫童心的，喜欢这个，哎，坐着玩，看看动画片，哎，一会儿撂下活动活动，出去游泳去了。哦，还能锻炼，就人家会活着。嗯，他爸爸游泳去。哦，哎，尤其上爱上河边游泳去。哦，游野泳，冬天去，冬泳他也敢。嚯，好些人就爱看他爸爸在岸边帅，啪，这干嘛呀？衣服一脱，哦，后背上啊，从后背往下，嗯，有纹身。老头还纹身？哼，啊，老当益壮，打后背纹到脚后跟啊。什么呀？纹一条带鱼。有纹那玩意儿的吗？这个往水里一跳，活灵活现。是啊，每一回游泳，都让人家拿抄子给捞上来。嗨，哎呀，他离打鱼的远点儿吧？他这看着就可爱。这打鱼的也是河里有纹带鱼的吗？还在捞？我说这意思吧？啊，老头最幸福的啊，最爱跟大伙儿吹嘘的什么呀？就是有个好儿子。哦，这我倒是也不错，钱儿也50的人了，是那个跟老头列位，嗯，他跟他父亲情同母子，对，什么话？这不情同母子像吗？怎么情同父子？不，他就是父子，情同父子干嘛呀？我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喂，这没，您想多了，爷俩感情好吗？感情好就说感情好，不是就完了吗？不管多忙。老头一来电话啊，谦儿，你必须来一趟。你叫我干嘛？多忙的活啪全放下。哦，于谦儿不管多忙，是手底活放下。哦，提上裤子就走。对，我光着呢，不是，我干嘛提裤子呀？换衣服啊？换衣服干嘛？单换裤子？那就是口头语吗？口头语吗？不管多忙，你口头语提裤子就走啊？你干嘛去了？你这是？是于老师提裤子就走啊？哎，到家一瞧，他爸爸，嗯，抱着这多了，哎，这个。哆啦 A 梦，哎，这儿来了，嗯，我来了，您什么事？对，想吃炖肉，啊，想吃这个，老小孩儿，哎，那就是门口有的是饭馆啊，家里还有厨师，哦，怎么不能给你炖肉？不是味儿，就得吃儿子给炖的肉，习惯了吗？你这玩意儿说实在的啊，谦儿马上啊，哦，包葱包蒜，拍块姜，开始做五花肉，洗吧，搁这儿切肉，嗯，是笑死啊。切吧，哎，看着老头，我给您炖肉啊。那是，哎，您爱吃我就弄。哎，一不留神这刀拉手上，哟，流血了。那还不流血？这个血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
渗入了猪肉。你不要往下说了 我跟猪来滴血认亲是吗？您这太缺德了，您这我还这血还能渗入猪肉？渗进去了没有？没有，就滴在猪肉上可以啊。渗进去啊。谦儿抬头看看他父亲。是啊。你是谁？哎嗨，当时就翻脸。合着是这玩意儿啊，我也太能轻信了。我这个爷儿俩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哈哈哈，乐了，心那么宽呢。你看看，不当回事儿，没往心里去。哎，这就人家这个爷儿俩，你得佩服死，知道吗？心里指不定多的疙瘩呢。不要想了那么窝窝戳戳。谁想的窝戳？就是只要老头高兴，于谦做什么都是愿意的。哦，他爸爸有时候也心血来潮，干嘛呀？我要写毛笔字儿。哦，他会书法。打电话，你来写毛笔字儿。谦儿赶紧提上裤就去。我怎么又提裤？我老拖着这裤子还是。就紧一下吗？我干嘛弄那么松啊？我到那儿你看，你啊，对啊，嗯，那谁知道去啊？啊，到那儿老头都准备好了。准备什么？这么大的毛笔。嚯，干嘛那么长？前面是海绵头。哦，拎个桶蘸着水。在街上写。哦，我知道有这么干的。这叫地书。是是是。哎，谦儿也不爱也得跟着去。让他写呀。老头领着到广场。哦，哎，桶放下，他爸爸先把外套脱了，是先游一圈是怎么着？省得水弄身上啊！干嘛弄那么些水呀？爷俩一人拿杆笔啊，写什么？商量吗？谦儿说：“听您的吧，您出主意。”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嚯，这是浪花淘尽英雄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边的，可以吗？啊，谦儿说：“那我听您的。”哦，一气儿写不完，太长了。咱们每天写俩字儿，就练嘛。今天先从"滚滚"开始写，好不好？哦，先写这俩。爷儿俩低头在广场上，滚滚滚，写了半天儿啊，把警察都招来了。好家伙，干嘛来了？哎哎哎，你们俩这儿骂谁呢？哎嗨，啊，骂街像话。不管谁干预，哦，谦儿这份心在这儿了，哦，就陪着老头，让老头高兴。啊，这老头。哎，书法练两天，老头腻了。哦，我要变戏法。你这还有这兴趣？你这老头他就这样吗？老小孩吗？啊，变戏法，这我也陪着吗？国外叫魔术，中国叫戏法啊，古彩的。爷俩练吧。哦，这也练。因为魔术、杂技跟曲艺，我们离着近，那都是亲戚关系啊。好家伙，爷俩在屋里对着练，怎么还对着？看谁变得好。嚯，外套一脱，爷俩一人一大裤衩。哦，请。行，干嘛呀？谦儿一伸手，啪，这是变出一杆铅笔来。老头一伸手，嘿，钢笔。你再看谦儿，嘿，胡萝卜。老头啊，黄瓜。你先等一会儿，行行，谦儿，看我这土豆。哎，不行，人家古彩戏法可都穿一大袍子啊，我们就穿一裤衩，变出这么些东西来。我们藏哪儿了？我们这些东西。你先别想，后边还有什么？还有冬瓜、榴莲，就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啊，哎，对，很好，这是喜欢变戏法吗？嗯啊，挺好，挺看，老头很高兴，哦，谦儿也很高兴，是吗？提提裤子走了，哎，习惯动作了，我这个，高兴，老头又来了，怎么这回干嘛？我要玩耍狮子，耍狮子，逢年过节耍狮子啊，买张狮子皮，爷俩套上，好什么都有，前面拿脑袋，后边。摇晃尾巴啊，反正只要是他父亲说得出来的啊，于谦儿就做得到，这叫孝顺吗？真是孝顺啊！啊，百善孝当先，没错，这很重要哦。尤其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，到晚年需要这样的安慰，你让他安享晚年吗？啊，是啊，他爸爸年轻那会儿也是挺辛苦的，是走南闯北，包括做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，嚯，跨国了。他爸爸那会儿在印度啊，印度做生意。印度干什么呀？年轻那会儿十八岁，他父亲上印度哦，卖手指。卖手指哪儿不能卖？上印度干嘛呀？哎呀，啊，赔的呀！
怎么没赔死呢你、嗯、他哪厕所门口都比上那儿强啊，印度卖三年嚯、哦、一张都没卖出去，印度人不擦屁股是吗、啊、哎不拿纸擦呀、哎、哈好他爸爸赔的没辙了啊，把肾都卖了一个，那不是为卖手指去的啊，就为卖肾去的，那是卖肾，后来又接着又做买卖，还做上印度卖筷子啊，你这卖这玩意儿，终于把那个肾也卖了。那是你上吃手抓饭的地方卖筷子去，你看这玩意儿踏实了，俩肾也没了，得了，这才回国。哦，回国踏踏实实娶媳妇过日子。那还娶什么媳妇啊？那肾都卖了，这还娶媳妇儿？那这不是仗着门口有个卖猪肉的关系不错吗？我说的。这才跟猪肉挂上钩，不是，不不，那都不，你不要瞎说啊！我谁瞎说？不要瞎说，我是说你这个善良，这个厚道劲儿，这跟他们血缘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他爸爸就想一出是一出啊啊！他不吃炖肉了，说改就改，肉都炖上了啊！他爸爸不吃炖肉了，你要干嘛？吃火锅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钱儿马上走，咱去，这就去啊！门口重庆火锅，辣火锅，哎，吃点牛肉吧。一进门啊，嗯。为什么要吃点牛肉？废话，啊！一进门，人服务员问：“哦，爷俩吃火锅啊？啊，您看点一下，要什么辣度的？”对呀、啊，人墙上写着呢。哦，老头看啊，是，嗯，微辣是，小辣，嗯，中辣，大辣，呵，特辣，嗯，焗开，这，你说的就是状态了，那就不是，嗯、啊，你爸爸看着最后这，嗯。有点不好意思，哎，对，服务员，干嘛？有比这个还厉害的？就别挑了，你干嘛想起变戏法来了？是怎么着？你这，服务员也没明白啊。大爷，这个焗开就是一个形容啊，就是没有人敢吃那种。您要什么样的？嗯。大爷看半天，嗯，有没有怒放的？对，嗨，别挑了，就差不多了。他其实吃不了辣，吃不了辣，点这玩意儿要强啊！吃吧，来小辣，哎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小辣吃完，嗯、啊，就闹肚子。你看这不习惯，当时就腹泻啊！这个儿子，你得走，你走吧。怎么着？上看大夫去。哦，上医院啊？也不用上医院，那在哪？门口楼下就有一个中医。哦，看中医啊，有一祖传的老中医，让给开点药。哦，这老中医呢，也是在、哎、干这行，就是为了玩儿，啊，干中医是为了玩儿。我人家确实手艺是没问题啊，也不完全指着这个，是叫街坊四邻呢，又来看看，就给你开个方子。哦，哎，而且人家，这算是第二产业吧。哦，人家专业是卖猪肉的。哦、怎么全碰上卖猪肉的了？哎，一进门啊。老中医站起来，是看看你爸爸。哦，这中医大夫脸上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嗯，一回头看于谦，哎呦呵，满脸慈祥啊、嗯！你让他坐下吧，别看我了啊！给你爸爸号脉啊，告诉你爸爸张嘴。哦，看看轮胎。对，看看轮胎、啊。那叫什么？看看舌苔。看看舌苔。嗯。哦，中医讲究望闻问切。啊，这四门前三样我可都不会啊。我给你切了吧。对，什么就切了，哪儿就切了？你告诉我为什么腹泻？嗯，哎呀，吃火锅吃的。对，太辣。这就赶紧开方子。嗯，哎，写着什么方子？别吃火锅了。对，这是方子吗？这是老中医开的吗？这个，好，你这玩意儿这就踏实了，可不是踏实了吗？那就爷俩一回家啊，高兴。嗯，老头很感慨。是吗？儿子，嗯，哎，你冲那边叫去行吗？你别说这么直，我说，儿子，哎，回头的，你看，事儿没完了，您这、啊，我有你这个儿子，我很开心呐、啊。啊，说我，渐渐答应我，没有任何一点事情跟爸爸对着干的，那倒是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哦，亲儿子也不过如此。对，这是厚的呀。不是，你做得非常的好，好就完了吗？我也这个岁数了。嗯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你能不能做到？您就说吧。我很想去周游世界，到外面看一看。哎呦，这还想出国？哼啊，老头，这个我后来听说了，我都挑大拇哥。怎么呢？我跟您各位说，我其实打年轻那玩意儿，我就想，
我就想把房子卖了，周游世界。但是后来房东不愿意。这对，废话，你把别人房子卖了，周游世界，打消了我的积极性。什么积极性啊？你尤其他爸爸这个岁数啊，想出去看一看，我觉得这个太对了啊！老年人应该这样。签儿也做得非常好，是吗？马上着手准备，这就说去就去，该办签证办签证，嚯，该办机票该去买啊，还特意给他爸爸办了一个这个怎样吃西餐培训班。哦，这也要学。哼，你到国外你吃西餐让人笑话呀。对，不会不成，对不对？嗯，到那儿爷俩填表，嗯，姓名于谦，姓名于谦，啊，俩字儿不一样。哎，我还替他褶儿说呢，我填表，然后抽血化验体检。嗯，人家特意问，嗯，还做一个亲子鉴定吗？你贫不贫这袋子？他爸爸，嗯，坚决不做，不。那是啊，咱交学交学费呗，啊，学怎么吃西餐。哦，填表交费，最后这个吃西餐这专家来了，是吗？啊，专家很忙，抱着大皮包啊，嚯，拿着刀拿着叉子啊，嗯，大家要记住啊，啊，吃西餐最重要一点什么？别拉嘴啊！废话，我用你教啊！好，结业了，好散。嗯，蒙事来了，这位不管怎么说，爷俩踏实，学过了，学过怎么吃西餐了。这就叫学过了，准备好了，接下来要考虑去哪一个国家去旅游。哎，得先去哪儿啊？于谦说咱们去澳洲。哦，澳大利亚，去海边看一看海龟。哦，戴帽，嗯，王八，鳖。我们认祖去了是怎么着？你单看这玩意儿干嘛？那么些好东西。这话说完了，他爸爸半天没动弹啊，啊，五分钟才抬头。是，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？哎呀，嗨。这就不要想多了，这个不去，不去澳大利亚，最后商量上非洲。哦，上非洲，哎，看动物大搬家迁徙，打那个叫什么地儿，坦桑尼亚。是啊，打坦桑尼亚这些动物搬到肯尼亚。对，3000公里。是，什么羚羊啊，是斑马呀，啊，哎，都这些动物们。角马，角马，对，呵，这太棒了，有这个，老头也开心。是，卖票去那儿，坦桑尼亚。就喜欢这个，好家伙，嗯，爷俩真有一个去非洲的样子。是吗？遮阳帽，大墨镜，大背心，裤衩，嗯，穿着很松快的旅游鞋。你就出门吗？走走，奔机场。好，坐在车上，他爸爸指着窗户外边，什么？瑞雪兆丰年呢，啊，冬天呢，我们这背心裤衩的，这还没出国就得冻死，这个忘了问了啊，这还用问吗？人家这个动物大搬家啊，每年啊7、8、9、3个月份啊。北京这会儿啊，已经刚过了圣诞了，好的，啊，正冷的时候。但是已经买了票了，必须得去。哦，到机场走。什么？列位，嗯，过安检的时候，于谦他爸爸可露脸了。有什么呀？前面有一个老头，头一回啊坐飞机，第一回出门，过安检不配合。怎么不配合，人家工作人员，大爷您这外套得脱呀，啊，这是帽子得摘呀，哎，对，大棉鞋也得脱呀，没错，您我们不是刁难您，是眼睁这就是您看，您看这位大爷啊，你看他有脱个一丝不挂呀，光着了，这也过于配合了，这个他爸爸很配合 啊，脱了一丝不挂，哎，行，别抖了，嗯，嘚瑟什么呀，跟着来8个警察给他爸穿好了啊，送上飞机啊，那叫押送，送上飞机，嗯，头等舱，有钱啊，头等舱，爷俩，坐好了，舒服。老头坐下，于谦上厕所，哦，上厕所方便完了，一摁水，呜，冲了。于谦一出来，他爸爸跟空姐正打架呢。哟，怎么打起来了？给我炒个鱼香肉丝。嗨，空姐说：“大爷，飞机上不能开火。”对，少来这套。怎么呢？刚才我还听见呛锅呢。什么声啊？那是呛锅吗？那，哎呀，就这一路上啊啊，历经了9幺18难，好家伙，终于到坦桑尼亚了，这取经去了，这是。4个导游迎接你们爷俩，有势力啊！这4个导游戴着狗皮帽子，啊，棉衣棉裤，披着军大衣，棉手套，大皮闷子，啊，当地也那么冷啊！哎呀，欢迎两位啊！哎呵，百年不遇啊！非洲-47度，好家伙！为我们俩都变天了，欢迎两位。嗯，爷俩傻了。嗯，我们要看动物，还看动物呢，我们要看动物啊，看动物怎么办？这4个导游啊啊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出点钱呐，啊，我们给您买一张机票啊，飞北京，落地奔西直门，
那儿有一动物园是吧？我用你给我出主意啊，怎么就打那儿来的？不行，最后在这儿看动物。对了，花了钱了呀。是啊，四个导游商了半天，有什么主意啊？要想看呢，这儿附近倒是有几个光棍的路。什么叫光棍路？路，路，公路啊。去年啊，搬家的时候把他们落下了，我没走了。哎，这几个路挺可怜，是吗？媳妇孩子呀，都到肯尼亚了，好家伙，没跟上。哎呀，就剩这几个老光棍的路了。在这忍着呢，天天在这儿。你们要想看看看他们啊，也行啊。但是野生动物需要保护，我们不打，你们过去他们害怕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这儿有一张母鹿的皮，我要这皮干嘛呀？爷俩配上，配上，哎，看看凑合到跟前行不行？哦，爷俩高兴了。嗯，我们有耍狮子这个底蕴呐，用到这儿了。这个，你以为我说那个白说呀？嘿哈，您这还有伏笔。嘿，母鹿的皮配上，爷儿俩配上。呵，他爸爸在前边，哦，谦儿在后边。哎哎，大小还差不太多啊。往那草地里边蹭呗啊，找那公路去。哎呀，爷儿俩刚起来一些，刚起来一些，刚起来一些，没有家伙点了，这是、啊、走呗。嗯，走到那儿没十分钟，怎么样？这几个老光棍鹿就来了啊，找来了。好家伙，宿了一年了。嚯！你想都跑了呀？那是啊，就剩他们又闹天儿啊！这几个鹿眼珠子是红的，那是。哎呀，獠牙都出来了，好嘛！哎，几个鹿看见这母鹿，这是母鹿吗？这个，那几个公鹿都站起来了，耶！我说这几个光棍鹿还击掌呢，合着太开心了啊！哦，直接就过来了啊！爷俩跟这儿正撅着呢啊，就别提这撅着了。正撅着呢啊！这不是耍狮子那功底吗？这是啊，那是啊。嗯，谦儿跟他爸爸说：“嗯，行吗？什么行吗？老头儿挺好，您闻闻这干草这味儿。哦，这么近距离跟鹿接触，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。哦、老头高兴啊，很开心。儿子，你是个孝子。好，谦儿在后头。怎么了？我这个干嘛呀？”这他们有点太愣。哎嗨，怎么了？这你怎么有个鹿要往身上趴呀？嚯、哦、啊，你怎么了意思？老头说你坚持，你坚持、啊、还坚持呢，你坚持。那个爸爸已经开始吃草了、啊、哎呀呵，你忍着点啊。这没听说过。谦儿说我忍不了。那怎么办？一推他爸爸扭头就跑、啊、赶紧跑吧。一边跑于谦还说呢，我说什么呀？鹿可没意思啊，哪怕是野猪也好啊。干嘛野猪啊？多少沾点亲戚啊。我去。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对春联，表演者郭麒麟、于谦。谢谢的，哎，哎，谢谢。好家伙！哦。哎，你好。哦，要给我一把刀啊。这幸亏郭德纲老师上来时候没有这么大花，要不他看不见他了。我也没想到，感谢感谢大伙儿厚爱。是，这个刚才不是外人，嗯，陶阳、陶云胜，对，还有于小怀，哎，他们小爷儿俩演了一个，哦，啊，挺好，因为于小怀是孔云龙的徒弟，这是两代人，哎，说的挺好、嗯，不错。传统节目叫学哑语，哎，下去休息休息。是，这场又把我们爷儿俩换上来了，啊，我们再说一段，哦，对，谁说的？谁说啊？嗯。哦，有观众说呀，说我们是亲爷儿俩，其实呢没有，但是呢感情甚至比亲爷儿俩还要好。
他你在你们家也跟你爸哥们这么吝啊？人家里可能讲究这个，嗯，确实是因为什么呀？拜在于老师门下好多年了。哎，我们是师徒关系。嗯，2009年拜的于老师，对，到今天也9年，咱们也9年了啊，咱们也9年了，嗯，真挺好，跟师傅一直的学能耐，熟悉于老师的大伙儿都特别清楚。嗯，于老师三大爱好啊啊，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哎，大伙儿都熟。嗯嗯，这连卷发棒都送了。他说什么？你观众说什么？没听见、啊，我也没听见啊、嗯。哦，学猫叫，学猫叫啊，那是我们师娘教的。嗨、哎，没有，那就说嘛，这大伙儿都熟悉，我们也一样。嗯，我师父三大爱好啊，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嗯，我们做徒弟也三大爱好。你们是？点烟、倒酒、给师父烫头。哎，好、啊，都为了这来的，都是伺候人的啊。其实挺好。哦，我们家跟于老师这一家算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，可以这么说，对吧？嗯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师父跟我父亲交好，对，同样我师父也有两个小孩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嗯、我们家呢，算我也是两个小孩啊，对，都是两个啊。我们这四个小孩也经常的在一块玩、嗯、啊，那同龄人嘛，那可不嘛，嗯、啊，可能我稍微比他们那仨大一点 啊，差距稍微大点，对他们仨那、嗯、他们那仨都也没有那么大，也太小了，还不如那么大呢 啊。是我们总在一块闹，是啊。你要说什么，比如说我跟于老师的关系，啊、嗯，师徒，对呀、啊。但是有这么句话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是我们行的讲究。别看我们爷儿俩没有血缘关系，嗯，这就跟我亲爸爸一样，关系是这样，真的。嗯，同样，你说于老师的儿子，嗯，大伙都知道于云亭，对，这艺名，哎，于云亭。别看跟于老师也没什么血缘关系，对，但是谁说的？他不对了啊，那个就有血缘关系了。那个有吗？有，别犹豫行吗？这事儿有，就是有，这会儿有了，这会儿有、啊。什么叫这会儿有了？压根儿就有啊，有血缘关系啊，那就是儿子，对儿子，嗯，于云亭那是于老师的儿子，对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吗？还有老二啊，是啊，就是于老师呢，在他的宠物乐园养了一匹小矮马，这个小矮马改马了，你们家老二不是您不是也倾注了骨血吗？不是，嗨啊，没有，你跟你爸爸学点好，你这没有。马是马，动物是动物，儿子是儿子。您是就是拿马也当儿子是那么疼？那疼是，但是儿子还是儿子。那当然了，对、啊，还是疼儿子为主。当然啊，我们也是，我也特别疼我这小兄弟。那是呀，关系好吗？于云亭，呵，可爱至极，是吧？比我整小10岁。对了，今年也12，就差10年嘛。啊，小学毕业了。嗯、啊，毕业是吧？有时候跟他老一块儿闹，一块玩，是孩子不错。好啊，遗传了您的聪明才智。你瞧，你夸他了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脑子特别好使。他是聪明，这么点小孩啊啊，什么那个知乎者也呀啊，讲点那个文言文啊，哦，什么背个古诗啊，写个对联都会，语文学的好，能耐大极了。谈不到，我上我师父家去跟孩子玩呗，就逗他呗，大人们聊大人们的天儿，嗯，我就看着孩子高兴，跟他聊天。呵，你看啊，小宝贝儿多可爱。哎，嗯，叫哥哥。哎。嗯、叫哥哥，来爸爸抱抱。怎么坐底下了？这个、是一眨眼这么大，是吧？是吧？要么听相声别瞎打岔，是吧？啊，我这看着孩子可爱嘛啊。我说得了，行了啊，既然你就这么大规矩，我也不为难你了啊。啊啊，咱们好好聊聊吧。最近学什么了？哦，我老听人说你现在什么那个古诗文啊什么的都有了解哈、啊。他都学。那这样啊，哥哥给你出个题。嗯，给你出个上联，你能不能对下联啊？哎呦，这是不是有点难呢？没问题。他行吗？还拍胸，放心吧，哥哥。嚯、哦，你跟我说吧，说什么我能对上来。那你考考他。行，嗯、咱出一简单的。啊、嗯，出一个字儿。你说，雨。哦，哪个雨？下雨，雨，哦、雨简单雨，嗯，雨。他说什么？喊一羊头。啊，风。你看，多棒，很工整，天对地，雨对风啊，这是讲究啊。雨，他风，这就对了，棒极了。好啊，好孩子。哥哥再加大难度。啊，你再说什么？哥哥能加字儿。哦。那我也能添字啊。你看啊，嗯，花雨。哦。哼，酒疯，
这可能是有遗传的魅力在哈，这是意境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哈，这不是渔人不明白这个啊。那我还能加字啊？你再说，飞花雨，好，耍酒疯啊，点点飞花雨，回回耍酒疯，房前点点飞花雨，席上回回耍酒疯。嚯，得了，我问你最后一个啊。啊。老天有道，房前点点飞花雨，洒遍了南北。他说什么？祖宗缺德，席上回回耍酒疯，算什么东西？我去你！你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这能不让人佩服吗？你说啊，我也是带他出去的时候多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可能您喝完酒，老是孩子给您代驾开回来了，是吧？太危险了。您说孩子确实有点细的啊，这不叫事儿，这挺灵。确实挺灵，是灵啊！我说完了，孩子看我也高兴。那哥哥，你考我考半天了，我考你一个题，你敢不敢呀？怎么着，他还要考你啊？我这么大人了，我让孩子能难住了吧？那你得答呀！来呀，随便出啊！啊啊，哥，你听题啊！你说呀！啊，说有一个猎人。啊，怎么还故事？这就一故事吗？啊，猎人，有一猎人，这是我们暑假的题。哦，一个猎人是在深山老林当中啊，嗯，他发现了两头怪兽。哦，哎，这一个怪兽呢是红脸，一个怪兽呢是绿脸。嗯，现在已知啊，嗯，这个红脸的怪兽啊，嗯，你得开两枪才能把它打死，这个绿脸的只需要开一枪。嗯，可是你只有两颗子弹。你怎么样才能把这俩同时都打死呢？这是个数学题吗？这玩意儿好，你看这个孩子，这奥赛思想，这都是啊。对，反正他是这怎么就想的比较深奥、哦？把这俩怪兽落在一块儿，对吗？哒哒哒一开枪、啊，都打死了。没有穿膛葫芦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子弹没有这么大劲儿、啊。这俩是怪兽啊！你得想按正常怪知道怪兽，你想想我爸爸、啊、怪兽啊，他谁是怪兽？谁是怪兽、啊、就说你这是个怪兽，他很厉害啊，他一枪打不死俩。对，你就想想怎么两发子弹把这打死。这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得了宝贝儿，孙悟空，我哥哥没猜上来。得，告诉哥哥吧，认输了。你看你太笨了啊，这都想不出来。你说说，两颗子弹。对，你先用一颗子弹呀 啊把那绿脸的怪兽打死。啊，那一颗子弹就打死。对啊，另外那个红脸的你也用一颗子弹打死。嗯、不对。嗯，红脸的那得两颗子弹才能打死呢吗？你哪知道去啊？红脸一看绿脸死的啊，他脸也吓绿了啊！啊，我都没听说过，一枪就打死了。您这脑筋急转弯了，孩子给我脸都气绿了。你说这孩子也不是谁教的，嗯，没人教他这个。但是你说这孩子，我觉得长大以后绝对没问题。啊、这思维活泛，对，这心思脑子都在，是吧？是干这个的材料哦，多好啊！啊，您盼着吧。我等孩子长大，让他继承您的衣钵，说相声也说相声，但愿。哎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觉得不错，是吗？是个好苗子哦。您看，您有这么一个好的儿子，多好啊！您教教我爸爸，可能就差一点了啊。哎呦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儿子可能不能继承这个相声艺术了。嗯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您还不是您还蒙在鼓里的吧？不是我徒弟呀、啊嗯，你呀、啊，那就是你鄙人，就是我。不是说相声的吗？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打算以后就不说了，不说。不说相声，你要干嘛去？我有更大的舞台等待着我呢。您没看出来？您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潜能吗？还能干点别的？没看出来吗？除了说相声，太平歌词，那还不如相声呢，你知道吗？那不还在相声里吗？跳出相声之外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不是您就你还除了说相声，你还想干什么呀？我现在 啊已经是这个身份了，郭麒麟，我鄙人、啊。您还哪个领域发展？我是一个文人。这都是这都是我们同行，我告诉你，这都是这都别的报社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怎么又文人？文人知道吗？不是我是你师傅啊，我都没有看出来你这方面的潜质。这还看骚客、嗯、不是怎么成骚客了？你我就是有能耐呀，能写能作诗能干什么的。怎么着还能作诗？我就没看出来。您是没看诗的那一片，您是
大骚客大文人没看出来啊？没看出来，就闻出来的。您可能有鼻炎。什么叫闻出来的？不是，你都骚客了，你这不是还没诗？人家屈原先生写的《离骚》，打那年头文人都叫骚客，叫文人墨客。对对，一样一样啊，一样。有墨是墨客，我今儿不没带着墨水吗？就骚客啊，知道吗？怎么个骚客？大骚客呀，还大骚客。不轻易的，不轻易骚，知道吗？以后相声这类我就不提了，我也不沾了，踏踏实实就发展那方面了，搞创作了。搞创作，创作怎么创作？这呵，好家伙，我这么、我的那个积累呀、我的知识储备呀、这些个相声演员捆在一块儿枪毙了都没我多。那是没你多了，本来就不多，还都给毙了。着急呀，着急，不是都不会呀，都毙了吧。不，你别这么着急，你真在这方面有发展，下过功夫啊？是吗？正经下过功夫啊？不是，就你这你就不要老这样，这不是让人看我是个文学家的苗子吗？你看出来了吧？不，武术家了，您这个不是我真的啊这些我这么着吧，您说，我跟您提的那个我认识那些个大文豪。一提你就害怕了。您在这个领域还真有朋友。特好家伙的啊，认识，北京，啊，特别了不起，特别出名，大伙儿上学都学过的北京作家，嗯、啊，老啥老，知道朋友吧？我跟他我们有啥过？你等会儿，你到底认识他不认识他呀？怎么能不认识？啊、怎么能不你不认识他？你不知道他姓什么叫老啥？啊，怎么就那个北京作家吗？写过好多，到底老啥呀？文盲，跟这种文盲没法交流。不是文盲，到底他叫啥呀？你写一千字老啥？啊，千字签老啥？对，老啥？等会儿，我要没琢磨错的话，这叫老舍吧？啊，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哪儿啊？那叫老啥呀？出来了。我说的这是他那个人口普查的时候那户籍警问的，嗨，这我叫什么老啥？老舍，谢谢老舍，就叫老舍。老舍，老舍，我熟啊。老舍你熟？我熟啊。你刚二十出头，你跟老舍熟？不是，我神交啊，明白？神交，你明白吗？神经吧你这是？神哪儿啊？你跟老舍就神交，这样演员没法交流啊！羡慕吧？是不是羡慕我跟人老舍先生，我们有这个交流，是不是？你在文学上跟人有交流？那当然了，虽然没见过面 啊，人的著作我都看过。哦、那你是拜读？拜这行？哎，拜读行吗？啊、行吗？拜读、啊、看过。对，那个像什么？是骆驼样子啊？看过吗？骆驼样子？我们看过骆驼架子。嗯、骆驼样子干嘛呀？这人没完。是写那拉车那个骆驼祥子呀，那是祥子是吧？啊，老傻写的那个。对，是是祥子啊。我不是看看祥子是什么样子吗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什么样子？祥子啊，祥子，对我看过、啊。还有那个龙须面，龙须面知道吧？刀削面您不看看？我还看，没完了。不是筋斗那个龙须面，毛血旺。卤煮炒肝什么呀？你这够了，够了，吃了没够？你这个什么呀？龙须沟，您到底看过没看过呀？看啊！骆驼祥子、龙须沟，老舍的名著嘛。这是给您出一个小难题，你知道吧？给我出难题，就我一说龙须面，你这哦，对对对，我看过看过，完一下露怯了，您就知道。我至于吗？我知道吧？龙须沟啊，对，我看过，知道吧？您看过龙须沟？看过，我这我都熟，我就看过。哦，北方作家、南方作家一样啊，也认识。对，就。那个什么什么逊、鲁迅是吗？这差点把实话说出来。鲁迅我认识。你认识？呵，我看过呀，我看过作品。当然了啊，各种那个人物。是我特别喜欢他写的一个人物叫祥林嫂、嗯、哎，这还说对了。有这个人吧？有这没说错哈。祥林嫂人生非常的悲惨。那是个悲剧。嗯，因为什么？打一开始他第一任丈夫叫祥林啊、嗯、没错，死了。对不对？你废话，他爷们不叫祥林，他那叫祥林嫂嘛，对不对？真是死了，嗯，改嫁了，改嫁了，嫁给贺老六了。哦，没过多长时间，老六也死了。哟，老六都死了，哈、啊，老六也死了。哦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嗯，村里人那会儿封建思想，嗯，总说呀、啊，说这女的不好，这女的呀，克夫，有这么个说法。这不这怎么可能吗？这个
克夫有这说法呀，跟这没关系啊。放在现在社会，咱们用科学的司法去想，去想，我个人哦，我就从不怕克夫，我不怕。你怎么不怕呀？我能买一件衣服，耐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个我跟你说，这都是一个耐克，是耐克夫啊。对对对对，这都是我跟你说这能耐。你能把鲁迅气死，再气活了。你都不懂，你都不懂，那都是耐克耐克夫。对对，那都我研究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穿一阿迪，完了坏了死了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耐克，哎，这多好，这个，这都知道。还有一位老先生，你再说说吧。巴基。这老先生我最爱啊！你爱你这贴饼子那是怎么吧唧吧唧的出来？贴饼子就是咕叽儿，那是什么害的？我说吧唧，不是八斤是吧、啊？如果要没猜错，八斤。对对啊，我老弄混。对对对，八斤鸡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呀？说我家有只飞禽，别捡八斤鸡，是不是有一这个？对不对？你还是说相声来吧，回来。你别在文学圈里混了，这我都是结合。你说着说着就飞禽白颈八斤鸡了，都还这都是我结合我的学问我研究的八斤八斤呐、啊，八斤啊，跟鸡没有关系啊，没对对对，八斤啊，八斤，我看我学过啊，还有一位冰心奶奶啊，这对，我没说错吧？这很对，对了，对、啊、有这位对冰心奶奶是是是，多好啊啊、嗯！写过好多什么《繁星》《春水》呵，诗集、小说集什么都有，没错。但我认为啊啊，冰心奶奶给后世这些个孩子们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呀？你说名言警句。哦，那些真言，真的，每次一想起来，哎呀，一下就是一下都明白怎么回事，该怎么活着。哦，嗯、有很多启示。当然了，嗯，人冰心奶奶说最著名一句话这么说的。怎么说、啊？说我呀，啊，虽然抽烟喝酒烫头，但我是个好姑娘。哎，有的姑娘抽烟喝酒烫头，她其实就是个婊子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去。这是冰心奶奶说的吗？这是你爸爸说的，知道吗？谁说这话呀？哎，这没法聊了，真没。谁跟你没法聊？我是跟你没法聊了。您怎么回事？这都是我跟人家 Q 空先生看的，这都是你这都是假的呢，那哪儿？这不是冰心奶奶说的，不是冰心奶奶说的，对了，于谦大爷说的，啊，这跟没关系，记不太清了，反正横有，反正是警示名言，那是有很多，是不是啊？我就爱看爱学哦，当然这几位可能都是高高在上的，奉为圭臬的都是老先生老一辈的，啊、这对，对我们那不敢跟人、嗯、不跟人提了啊，哦，年轻的。年轻的一代您也认识，好，太熟了，谁呀？都我跟我最熟的和您也听说过，你说说，上海的一个作家叫韩寒。哦，韩寒，我熟，完文盲、啊、文盲，我跟你说的一样，我怎么就文盲？韩寒那么您刚刚怎么发音？韩寒，您那都是一声，你知道啊？对呗，我那个韩寒，韩寒两个字什么意思？读音一样，第二个得读轻声，小学语文的这是韩寒。哦，蝈蝈，哎，这嗨，您怎么说着说着改草虫了？您这怎么草虫？蝈蝈、蛐蛐，爱称昵称，明白吗？昵称。哦，韩寒，韩寒，跟我怎么着？好极了，那都过命的交情，过命的交情。您跟韩寒是过命的交情。嘿嘿，好，学的真快、啊，多肉头啊！不是我得啊，我跟韩好极了，过命，过命。是没事，尤其我们这些文人之间啊经常联系啊，我谁都朋友之间都联系，对，不一样啊。怎么您跟您的朋友怎么联系？我们发个微信啊，完啊，这个短信，不您语音，您是那个大千世界那马主那个群吧？您是啊，我们跟谁我们现在都这么赛马玩这是吧？对啊，我们不行、文人啊，我们得互通书信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写信？文人的风骨啊，风骨啊，风骨就是写信。当然了，不写信怎么知道我是骚客？对不对？蘸的是墨水吗？是。这话说的啊，就是不是显着我比较有学问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书信往来，那当然了，有这个，而且书信啊，啊，必须得用宣纸，毛笔宣纸，正经毛笔字。你看，宣纸书写。
从上往下，没想到从右往左，还是古体文言文啊，文言文啊，是是是，写的好极了。前两天吧，前两天韩寒又给我寄了一封信来，打开看看吧。是啊，打一看，我给您念念吧，好不好？行行行，好极了，都是文言文。他怎么写的？这么写的啊？上面开始是，麒麟无地。你等一会儿，没太明白啊？怎么了？这四个字什么意思？不明白。麒麟无地。麒麟是谁？我郭麒麟。麒麟、哦、是无就是我呀，啊，就是他的自称，他对他指代是他，我弟弟就是麒麟无地、哦、郭麒麟我的弟弟啊，你讲、哎、后边呢？麒麟无地，啊，见字如面，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啊？说看见这个字儿，就如同看见我本人一样，哦、就像见到他一样，哎，见字如面，麒麟无地，见字如面，很文雅。我呢打算弄个 party， 你要有空你就来，韩寒啊，什么玩意儿啊这啊，怎么这宣纸毛笔后边都写出方言来了？您这他后来就懒了，你知道吗？懒了也不能，我呢还、哎、这话都出来了，我念，对对 N I E 念，哎哎嗨，行了，别拼音，我念啊，就他想搞个聚会，对对对对 ，party 吗？怎么办？他去不去？得去啊，朋友吗？就我哥哥呀，啊，拿着这信来一看，背面、啊、哎写着了，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，干嘛还系红领带？这叫规矩啊？什么规矩？主题派对，哦，主题，你系个红色领带，别人一看知道你是文坛新秀。哦，就是你们这个核心圈里边的人，对，人一看，哟，这肯定这是个了不起的新锐作家，呵，系红领带，受邀请的，那当然了，嗯，我别坏人规矩啊，你也得去啊，在家挑挑吧，啊，挑了一条最好看的红色领带，色儿比较艳啊，系好了，去吧，出发，哦，坐高铁由打北京南站，嗯，奔了上海虹桥了，虹桥，他在上海嘛，哦，哎，上海有一个梅奔梅赛德斯奔驰中心，我知道知道，我们在那儿演过出，那是大体育馆啊，好几万人，是是是，他就在那儿搞他这 party， 那人不少啊，人山人海，都坐满了，好几万人，那可不，大 party 都坐满了，嗯，我去了，是吧？一推门，大聚光灯啪都打我身上，你这多露脸啊！回头大伙都看我，我也看他们，那是，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呀，啊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尴尬，因为他们呀，啊。不光系着红色领带，他们还怎么着？还穿着衬衣和西裤。你就光屁股系条红领带啊？行了，别挡着了，这大聚光灯的你。我倒退着我就走了，是韩寒没在这儿，知道吗？不敢回头，怎么办呀？啊，给我气的，是出门打个车我就奔虹桥了，坐上高铁回北京了。您得先穿上点儿。打北京去就这么去的，啊，回去也这么回去是吧？可不，哦，反正我这样过安检倒是方便。那是，别人得查我，一撩领带就进去了。嗨，哎呀，回的北太丢人了。回北京我琢磨啊，我醒个味儿来了。嗯、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韩寒的诚心。什么叫诚心？诚心，他是羡慕嫉妒恨。他对你，他知道我比他强。你比他强？当然了，他就要把我搞臭。这是针对你啊！我还用他搞？你本身就臭了，是怎么的？啊，我是骚客呀，我是骚客呀！哦，臭的方法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嗯、我能怕他吗？那是。你看没有，他现在害怕了。嗯、怎么害怕了？跑到导演圈去，他都拍戏去了，不敢写东西了，不在文化圈混了。太他怕的，让我赶走他。哦，我就不爱跟他们这些人玩，知道吗？我稍微的，我用点心思，我平时自己搞一搞，嗯、我比他们强多了。你搞一搞什么呀？搞一搞我的爱好嘛。你有什么爱好？文人该有的爱好全有啊。你说说。你比如说啊，吟诗作对，这你我都行啊。吟诗作对，好，太擅长了。你给我说一说，都想听听啊。啊，吟诗啊，怎么着？这还用说吗？朋友们，吟诗啊啊。我哎，真的，一会儿等午夜场我再给大伙聊聊这个。就是女眷稍微多一点是吧？等咱半夜，哎，中年男子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你等会儿，你这不是文化人，你这是臭流氓啊！这是什么吟诗啊？还午夜场还？
不是，我怕这会儿大伙儿着急跨年嘛，我这好不容易得留在2019年。没关系，我们就了解一下新锐作家，了解一下年轻派的这个作家文化人，就想了解了解我。哎，对，您这吟诗怎么回事？行行也行，今儿现场吟一回吧，好吧？哎呦，现场吟一回，就做一个诗。对对对啊！因为什么？今天看就现场这么多观众朋友，尤其看到于老师啊，我开心看于老师，我一下我诗性大发，你什么？我就。你说清楚了啊，诗性大发，得嘞。我就想起我前些日做的诗来了，我今儿给大伙念念吧，好吧？哦，之前做过的诗，之前做过的，现写来不及，哦，我得构思啊什么的，来不及。是酝酿，对对对啊。那您说一个前些日子做的吧，好吧？成熟作品，成熟作品啊。啊，前些日子也正好赶上我在外地，在杭州那边啊。哦，杭州前些日子下雪了。杭州下雪了，对，北京倒没下，你看看，南方下了，北方没下，是怎么办呢？嗯，我一看杭州那个雪，好看至极哦，我就写了一首诗，歌颂一下。写了一首什么诗？雪赞。哦，赞雪。漂亮，你一听你就是杭州人，我跟你说一个。哎，对，主要是赞杭州。雪赞，雪赞，好极了。怎么个好法？我这诗七言绝句。明白，明白。七言绝句，每一句七个字。对，一共四句。哦，四句叫绝句，八句叫律诗，没错。对对，嗯，七言绝句是四七，而且我这诗特点什么呀？怎么着？赞雪不漏雪，这个高级了，好不好？里边没有雪字，通篇讲的都是雪这个事儿。是是是。可是您找没有一个雪这个字儿，你看这就高级吗？赞雪不漏雪，您算啊啊，这四七三十二个字儿，嗯，他就没你找，没有，真的，我掰手指挨个算。你啊，先学学数学，再学文化，好吗？还不用不用不用吧。四七三十二个字啊？多少？四七二十八个字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一着急说错。是啊，二十八个字，二十八个字没有雪，二十八个字都没雪，没有。你瞧，好，好吧，好好好，我今儿念念啊，七言绝句啊，讲讲我这诗啊，你来吧。听好了，嗯，听头一句啊，好，最好拿个本啊，朋友们有带什么备忘录都记一下啊。一共二十八个字，记什么？好好，都记得住哈。嗯，头一句啊，嗯。嘿，你们是看舞蹈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一起势就高兴啊！头一句啊，你说呀。天上一阵黑鼓隆咚。那行了行，倒是没雪。谢谢我的支持。赞雪不漏雪，七言绝句嘛，嗯，对吧？天上一阵黑，就是下雪之前呀，啊，阴天，呼黑。看不见太阳，这才能下雪。你用太阳，它不。等一会儿，对，没太明白。怎么？没有雪？没有啊。但是这是八个字，不是？您不是七言绝句吗？八个字啊！天上一阵黑鼓隆咚，这八个字，八言绝句嘛，是不是？八言绝句。八言绝句，对对。这不是？您不是说七个？七言已经老套了，过时了。哦，现在都不兴了。对，八言嘛，讲创新嘛，凭什么我是那个文坛新秀啊？因为我会八言绝句，八言。天哦，八言了哈。咱刚才四七三十二嘛，为什么三十二？就我想错了，其实是八言，四八三十二。哦，哎，那第二句呢？第二句更好了，你说说。好似白面往下扔。高，这是什么呀？比喻。就是你想它不是面，它是雪呀，怎么能是面呢？跟白面似的。不是，你就不用解释，你先不用解释，咱先数数啊。怎么又怎么了？好似白面往下扔啊，这又是七个字儿了。您这到底是七言还是八言呢？这不是这位先生怎么有问题？谁有问题啊？七言绝句不是七个字儿，那是几个字儿啊？是七言绝句是七个字儿，那不就结了吗？那有什么问题啊？您到底是几言呢？我一直说七言呀，啊。你们这相声界是应该补补学历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哪有八言呀，啊？有八个字的吗？七言呀，啊，都是七言啊。对呀，啊，这老先生你看见没有？第三句呢？第三句最好了啊。坟头儿倒比那馒头儿的个儿大呀。走。谁不懂数数啊？我怎么了？您这够好几十个字了，这个哪儿坟头倒比馒头儿的个儿大呀？叫什么呀？你这是？这我这是当时啊，我打完草稿那初稿，
啊，我当时我一想，我先把初稿说出来，大伙听听，然后再说定稿，明白了吗？这还没有定稿，还没改呢。那你现在先改给你，我先算算啊。坟头儿到比那馒头儿地个儿大呀，这你瞧瞧，十四个字啊，翻一倍了。要不就算三句四句就完了，没听说过，正好十就完了。没，这哪有三句的诗啊？哦，行行行啊，行，我改的。你收拾收拾他。坟头儿到比那馒。不好听啊，多新，没说完呢。坟头，你还掰得过来吗？你坟头倒比馒头大，嘿，多好听！他这凑字儿来了，你坟头倒比馒头大，哎，哦，四句，警示大窟窿，你活动活动吧，你说，这又五个字儿了，我说完了吗，师傅？我说完了吗？我一共七个字，我说五个字，我正酝酿情绪，最后俩字掀起一个高潮，你就还没来得及说呢。哦，合着您后边高潮给落下了。对对呀，对呀，您拦着，这干嘛去？我着急了，您这不能着急。你说说后俩字，听着呀啊，警示大窟窿。嗯，嘿嘿，这嗨，哎呀，好家伙，你这高潮搁虚字儿上了，你这一下就有意境了，这一下子就还嘿嘿，你这一般人读不出来呀、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个呀、啊。对对，有这意识流，这都是意识流，意识流。学赞，对，学赞，好不好？崇拜我了吧？这听不懂，就搞不懂现在这新派的这个。是不是？我现在这个写诗缺一徒弟，您看您要不？我这翻过来了，啊、别去，没事，一样。您是我不想在那行发展。行、就看着我这个文学功底，知道我是一个诗人了吧？反正算是有作品了吧？是吧？有很大的学赞，回拿去参赛去，知道吧？别的，咱不说写诗啊，作对。您是作对吗？作对我更擅长了，是吗？这是我们老郭家家风啊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呢？我就看谁不顺眼，我就跟谁作对。打架呀！嘿，我就发微博骂你。我就还这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这什么作对呀？做对吗？做对，写对联那叫做对呀，是是做对呀。是是，先这逮谁骂谁是吧？就写对联骂他们，不是谁写对联骂谁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好，还老郭家家风，你这边对，实话都说出来了。写，我赖我了。写对联，写对联，对春联，行吗？我最擅长，我最能对。呵，好家伙，啊，多少地儿春联谁写的？啊，我写的。嚯，知道吗？买卖开张，啊、写对联谁写？我写。买卖开张你也写？当然了，北京啊，我这么说，远了不提，北京买卖开张找我。北京什么买卖开张找你啊？对，就挑那个，就那个名气最小一点了啊。哦，有一个国贸，您知道吗？国贸算名气最小一点，北京国贸啊，国贸中心，对、啊、国贸一期二期三期，每一期开张的时候、啊、那对联谁写？我写。都是你写的？我写。国贸开张亲自构思啊，我自己琢磨，你要说写一个之前别人写的那不叫能耐了，那多新鲜呢，现场琢磨，哎，怎么最合国贸这个景？对对对、啊、在三环边上应该怎么和大北窑能衬托上，都得想。你想太多了吧你这个。这说明我对北京地理我了解呀、啊，那管什么用啊？这几站多长时间能到长虹桥？要赶晚高峰怎么走？哎，怎么避开拥堵？这，你给地铁写去好不好啊？不是，你给国贸写这玩意儿干嘛、啊？我有这能耐，你知道吧？你想多了。对，我就写，知道吧？啊，你说说你写的是什么？那能着急吗？写咱能给白写吗？国贸那么大买卖啊，一请说来你给写一个，到那我就写呀、啊。这个构思，车接车送。嗨，这都不叫事儿。车接车送啊，刷俩那个小黄车过来接我来。哎呵，好嘛，哎，坐二等去的呀。对对对对，反正都好，什么都有啊。到那儿去先吃饭，先吃饭，这不叫事儿。到那儿写对联那能行吗？是吗？肚子饿了能写吗？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哦，好，那国贸的高级餐厅说您也没吃过哦，什么那个卤煮啊、爆肚啊，给我来两碗面茶，你想想多的待遇这是。你是不是起早了？起早，你上那儿吃早点去了？你上那儿，国贸那上面有那个。废话，这是请文人到那儿去写对联，这是大事儿，请您吃面茶就两碗。面茶啊！我爱吃那椒盐，你知道吧？什么文人这是？写到那儿写啊！上我说上联吧，就说哎，对你车接车送，吃完饭好吃好喝好带上啊，到那儿都完了。构思啊啊，想想差不多哎，怎么写国贸 啊？上联啊，买卖兴隆通四海。
太放，真的这词儿搁别人想不出来都啊，知道吗？嗯，下联什么来着？我想想啊，忘了啊，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，你也去了，你也去，我想想。对，想想师傅给我盛面茶的就是您，没有，没有，是有他，没有，这不行，我写对联你也看见了，谁看见了？怎么？就这对联，打有白菜那年就有了，还您写的，还不能照抄，抄别人算没能耐，您这不是抄别人，您这打祖宗留下来就是这个、买卖开张都这样，买卖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啊。对啊，我说呢，要不然不能请我吃面茶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、怎么着？行，反正就写了吧，写了，反正这是我能耐呀、这是我能耐。什么能耐呀？我能写。您这样吧，您、也别不信。您看我师傅就特别爱瞧不起人。不是瞧不起人。我说您大徒弟、新徒弟跟这儿什么呀？这是您捧捧我好不好啊？夸我，哥，我徒弟多棒，给师傅露脸，您来这个多好呢。不是你站台上说相声，我给师傅露脸，你这都文人了，又没说出什么作品来，我怎么就夸你？那这样，当着各位观众，要么您给我出题行不行？您考考我就完了呗。我考考你，对呀、您考过我吗？那也就基础的东西呗，基础行啊，让大伙看我基础打得牢不牢啊，考考哈。对，正经咱是小热的娃娃。你要把我这个考试啊，你过了关以后，你再跟那文化圈里再混去。行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说简单的吧，随便说啊。您说对对子哈，对，没问题。哎，您出上联，我给您对下联。也甭上联，比如说啊，我要说酒，你给我对什么呀？完了。就一个字吗？一个字，酒。酒啊，咱从简单开始。酒，我给您对葱。为什么对葱呢？您想啊，这酒是辣的，哦，这葱也是辣的，俩辣的。对账不对账啊？对吧？您有那个谈不到对账。牛栏山二锅头皮儿是绿的，我这葱也是绿的。酒对葱，葱。我说姜。我给您对蒜，为什么？那姜是辣的，我这蒜也是辣的。你到四川了是怎么着？怎么全是辣的呀？对，对得上对不上吧？是不是？蒜怎么了？我说八，没对一，八对一，对得上吗？都是数字啊，都是数字。你看，全数目字，多工整啊！哦，您那是个偶数，我这是个奇数。八一啊，我说和，锅，锅锅。为什么？那河里头有水吧？河里就是啊，我这锅里也有水啊，啊，俩盛水的呀。哎哎哎哎，哦，我说煮，熬啊，熬熬啊，对呀、怎么都熬啊？您那是一种烹饪技法呀，煮，哎，那煮咕嘟咕嘟啊、我这熬也咕嘟咕嘟，你这俩咕嘟咕嘟多闹得慌，这对联对、这好啊，你可听清楚了啊？听清楚了，我这五个字连在一起是个对子上联，叫九江八河煮。龙王队没错，我给您对五湖四海神，因为这个我从小啊，打小那会儿那么大点儿，等会儿这会是，您刚才可不是这么对的，我怎么刚才，你看咱们看啊，我说酒，葱啊，我说姜，蒜，我说八一，我说和锅，我说煮哦，我说酒姜八和煮，我葱蒜一锅哦啊。好，葱蒜一锅熬啊！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您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不行啊！这一个上联五个字儿，您一块儿说出来呀、您这跟挤那痔疮膏似的，一点一点一。我干嘛单挤这个呀？是不是看您想起来了吗？行了行了，你这字儿多点是吧？对，怎么着俩字儿吧，行不行？俩字儿 好，你再听这个啊。说吧您。我说，羊肉，完了，俩字儿啊。好啊，我给您对，萝卜。为什么对萝卜呢？嘿，羊肉对萝卜太天经地义了，对得上吗？您那是荤的啊，我这是素的。哦，羊肉汆丸子，跟萝卜一烩，我这焖点米饭，呼噜呼咱一吃。好，他吃上了。不放羊肉萝卜啊？你上国贸吃的早点，上这儿吃午饭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对得上吗？羊肉对萝卜。哎，我说绸缎，萝卜，怎么还对萝卜呀？绸缎穿丸子呀，您想朋友们啊，拿那个绸缎穿丸子呀，不是你饿精了是怎么着你？不是绸缎怎么能穿丸子呢？还是的呀，绸您是什么绫罗绸缎？对，我是绫罗绸缎呢。我这是绫罗布匹，罗布，
哦，你这么说就还是真能对上，真能对上吗？啊，萝卜，哦，这么个萝卜，嗯，我说中谷萝卜，不是你掉萝卜地里是怎么？啊？怎么全萝卜呀？中谷穿丸子呀？我这还，你别老穿丸子了，穿丸子了，你扣着十呢这？这怎么对不？您说我这敲的那钟打的那鼓，我这敲的那锣打的那钹，萝卜。你瞧这小脑子还有点意思，听这个啊。我说岳飞萝卜，你这一筐萝卜都打算卖我是吗？怎么是全是萝卜呀？岳飞，我这是英雄岳飞，我萝卜是孝子，萝卜是孝子，我是孝子，小萝卜孝顺大萝卜，这叫什么话？不像话呀！你人来了，您站这儿，不是萝卜怎么孝子？这有个典故啊。什么典故？有这么一出戏，有这么一个经典故事啊。你说说。叫木莲僧救母，这我知道，也叫华游山。对，嗯，木莲僧只是他的法号。对，他俗家姓名，他姓傅。对了，叫什么？叫萝卜。萝卜，嘿，我给他说了萝卜吗？好好好好好，再听这个啊。萝卜，我还没说呢，我先说一萝卜等着您。也不行，只要俩字我都用萝卜。对，俩字都用萝卜。对对，我说仨字呢。大萝卜。四个字儿，好大萝卜。五个字儿，好大个儿萝卜。没听说过，换换词儿。那您换换词儿，您老说这，真说一好，这有意思吗？真考你好的啊，对对，考一好的。好，比如我说北，北呀，北对南呀、啊。哦，我说上，上对下。我说天，天对地呀、啊。好，听我这个啊，这次太简单了。说北雁南飞。双翅东西分上下，我给您对。他是个坏人，哎，这他是个坏人，怎么叫坏人呢？您这东西南北上下，他全占全了。那是啊，考你嘛。那这没法对呀、啊。看你能耐呀、啊。那您听这个啊，我给您对，南雁北飞，双翅西东分下上。哎嘿、啊哎，翻过来呀、啊，他仰泳啊。我就嗨。这里没姿势，什么事儿就回来了。您得好好来，这也不行。好好来啊！哎，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我给您对，嗯，前车后辙，两轮左右走高低。哦，啊，你高低即是上下，上下即是高低，这不错。这叫虽不重而不远。哎呀，就别酸了啊。好，行吧，可以。这个我这么跟您说 啊，只要您能给我出题哦，我就能给您对句。这话大点了，不能。只要我能出题，您出题我就能对句。好，嗯，听我这上联啊，嗯、说二元断木山林中，嗯，小猴孙也敢对句。哎，爷们儿，这没有啊，这个啊，怎么了？我是您徒弟，您来小猴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你看，我没说你、啊，我是无所谓，这我爸成老猴孙，我不是，这不行啊，咱不泛指啊啊！我没说你，那您是我这是个故事，什么故事？哎，你看我跟你讲，二元断木山林中，小猴孙也敢对句、嗯，说两个人呢在山里边伐木头，二元断木山林中，嗯，山里有小猴。看见人他也学人动作，嗯，这两个人锯完木头出去吃饭去了，小猴打树上下来学着人在那儿也拿这个锯在对着锯，这叫二元断木山林中，小猴孙也敢对锯。好啊，嗯，我一说一我能对锯，他来对锯。好，行，您听我这个说吧，我给您对，嗯，一马失足淤泥内，老畜生怎样出题？嘿，嘿，这可不对！不，这可不对！没有，是这叫挟私报复！不！啊，我这也是个故事。那你给我讲清楚了。我这也是个故事。这怎么个故事？这故事还就发生在您那儿啊？你说，您那个天津地华宠物乐园啊，有一匹老马。有马怎么了？对呀、啊嗯，有一天我上您那儿玩去了啊，我就骑这个马呀，啊、兜圈子。是，这普通的地骑着没事儿啊，旁边啊有这么一片，前一天下雨，地都湿了，嗯，是一块淤泥。
这马过去，这蹄子就陷进去，它抻不出来了。哦，我就着急了，嗯，我就拿鞭子抽这匹马呀。啊、我说老畜生，抽蹄呀、啊，你倒是。这意思，这意思。赶巧了，赶巧了，赶巧了。老哦啊啊啊！啊，这你这玩意儿，你咱还往下说吗？爷们儿，这话赶话走到这儿了，好好说。对，您出个好题目，我还能瞎说吗？不可。好好说，好好说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好，听我这上联啊。听您这个，压箱子底儿的。嚯，说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，虾吃水，水落石出。好，这可有难度啊。好上联，嗯，而且一个字比一个字少。那当然啊。您听我对啊，来，我给您对，嗯，师傅压师娘，师娘压床，床压地，地动山摇。去，我又失言了。你有好词儿没有啊？我又是，你有好词儿？你这是文化人说的什么这个？不是，您一出这上联，我就想起当年在您家生活的时间。没有这事儿、啊，你什么事儿？哪儿啊这事儿、哎？我就不行，我就不行。您就换个别的吧，再换个别的。不是，咱真有好词儿，咱就说好词儿啊。我这都快告别演出了。没好词儿，你爱上哪圈混上哪圈混去得了。得嘞，好不好？嗯嗯，咱说先说好的啊。您真出个好的吧？还是你这听着啊。嗯，我跟你真说一绝的，我跟你说，听这个啊。好。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我给您对啊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、哎。你还回来得了，你这您这那不绕口令啊？您说这不也哭哭说这什么呀？这是哎，我这可是典故，我没听过列国典。那您讲讲？哎，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嗯、走到半路上，突然天降大雨。嗯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上哪儿避雨去呢？怎么办呀？孔子一看路边上有一棵大树，嗯、树中间有个大窟窿。孔子呢就想上这窟窿里避雨去。我先拦您一句啊，天降大雨哦，电闪雷鸣，嗯，孔子一看有棵树，他上里躲着去，啊，他是想吃烧烤啊，是怎么着的？都劈死了吗？不是，这你甭管，雷不劈圣人，知道吗？哦，文科生，我的，他不管这个啊。对了，嗯，行。孔子想上那空树里头避雨去，这叫空树藏孔哦啊。那第二，孔进空树啊，孔子进空树里避雨去了，孔进空树啊，空树孔，空树里有孔子了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雨过天晴不下了，孔子从空树里出来了，孔出空树啊，空树空，空树里没有孔子了，空树空了，嘿，这就叫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师傅，好家伙的，是岁数大了，岁数大，是是。我以后一定不惹您生气了。你听明白了就行了。我听明白了，好吧。行，这就是上联。好嘞，嗯，看看您徒弟的。你对下联。我给您对一个。好，我给您对呀。嗯。肉吧嗒，汤哗啦，咔嚓扑通，哎呦，补补补，滋滋滋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。哎，对上了。您这得够100多字了吧？这个。啊？怎么100多字？听着太乱了。我这个是十七言。十八言，是您说想清十八言，你数啊，十八言多少个字啊？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，十八言吗？这不这三个字吗？什么呀？你前面这都这出来这个三才十八言吗？这个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行，我这也一样，你这十八言，当然了，你算算，不信咱算啊，啊看好了，是不是？啊、是吧？是这个是吧？是吧？啊肉吧嗒，汤哗啦，咔嚓扑通，哎呦，补补补，滋滋滋，哎，就摆仨字儿啊，还、啊、没听说过，你这太乱了，前面，你真数一个字儿一字数，聊点别的吧，咱们这什么叫聊点别的？万一不对呢？不就你数啊，不对你呢，那你错了，对，怎么能不对呢？试试 啊，肉吧嗒，汤哗啦，咔嚓扑通，哎呦，补。不不，子子子，好，哎呀，整十八个字，真是 unbelievable， 哎呀，行，
这玩意儿啊，整十八个字，十八好，行不行？算你碰上了，就算对上了。哎，别算对上了，怎么了？十八个字可以，你得有奖啊。当然有奖了啊！我这是个列国典故，我这是本人实事，实事可以对典故，对得上吗？你说说的意思。要我说啊啊，要我说，那我说说您听听，这事儿发生在想当初，不是现在的事儿了。今年夏天，嗯，刚过去的。夏啊，今年夏天了，怎么？我听别人说，老得来一想当初啊，显得有气势啊。今年夏天怎么样？您是知道的哦。我们家住在北京郊区，是。一到这个夏天呀，嗯，有时候屋里老吹空调不好哦，而且呢，这排放出来这个还破坏臭氧层。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在院里头纳凉，这比较绿色。对，有个小院儿，哦，搭一凉棚，也弄一躺椅，一到晚上，哎，跟这一躺，扇个小扇子，嗯，有时候小风一吹，喝点茶水，好，挺舒服。是，哎，这故事就开始了。你说说，说这肉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们家小院里啊，啊，满天飞这个屎壳郎，农村嘛，哎，这屎壳郎肉在天上飞，这是屎壳郎的声。对，哦，吧嗒呢？撞到玻璃上掉下来了，吧嗒，哦，咔嚓，哐！我一听一害怕，是我给那茶杯碰倒了，哦，哐，哗啦，嗯，掉地上摔碎了，哗啦，哦，咔嚓，躺椅折了，咔嚓，扑通，我掉地上扑通，嗯，哎呦，硌我腰了，哎呦，嗯，补补补，这是我放仨屁，嗯，子子子呢？我崩死一耗子，我去你的！这世界很酷。